本月七日凌晨，本辖头汴山区发生一起男女感情纠纷致伤案件。曾姓男子因不满女子与他男子过从甚密，伙同陈姓友人约女友及对照杨姓男子至山区产业道路谈判。期间，陈姓男子竟与对照发生口角，拉扯之下被对方划伤臀部，两男随即逃逸。警分局锁定作案车辆及身份。那杨男自知难逃法网，遂向本分局投案，全案依妨害秩序、伤害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，并经声押获准。再次呼吁民众，遇感情纠纷应理性处理及冷静应对，若有任何违法及暴力事件，本警方将强势执法，严查严办，绝不宽待，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。